A new day。今天是1月29号，太阳刚刚升起，也就是7点钟左右。杯下面的水还，因为太阳还没有照进来，所以那个色彩还没有彻底出来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Covici 的这个城，这个岛的全城的全貌了。岛的全貌还一下子还看不完。这是这个城，然后沿着这个沙滩就是一条繁忙的街道，所以吃的喝的在那里都有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清早，几乎这个沙滩上面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人影在走动，所以这个城市非常的清静、安静、漂亮。清晨，在这沙滩上走走啊，这个船老大的第一个客人来了，上船出发了呀。我昨天就是这样啊，早点去呢，阳光射不进那一个冷宫，所以比较暗。可是晚点去，比如9点钟去的时候，光线特别好，但是人也就多起来了。行，那这船出去了，出去了，第一个客人走了。这些船还都没有找到生意。祝他们生意兴隆吧。一大早想爬到山顶上去看这个城市，结果发现路上很难走，并且爬得一身的汗水，只能放弃了。蜜枣，不是。Like a mango, but it's not a mango. See that one is a red. Many. 这些果子都很诱人，但都不能吃，肯定。哎呀，环境倒是挺好，然后静悄悄的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瞧，多么漂亮的这个小房子，villa。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啊，没有客人。按说这里应该是挤叉叉的吧？这正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啊。看着挺浪漫的，坐上去，一点也不舒服，又闷又热，浑身是汗。也可能那些少男少女们会找到点感觉，我这个老头子嘛，现在只觉得热。
要是想凉爽的话，只有跳到水里了。水里呢，的的确确是舒服。现在已经8点了，没有什么游客在这边。这些 resort 都很漂亮吧？可是没什么客人呢。Enderman Resort 都是 resort， 可是没有什么人，棒了，非常棒。可是没有什么人呢、啊。Enderman Legacy， 这是 Enderman Legacy。这里，瞧这里，瞧瞧瞧。OK，9 o'clock， 菲菲 Island， 那也找到了一家客人，准备出海。家里准备出海了。昨天在这一家吃的这个海鲜，然后给他们贡献了700个发，对这边的码头，他们面前唯一的出口入口。走了这么久了，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。太热了，太阳晒得我后脖梗都是疼的。今天就到此吧，我也到家了，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